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李宗盛，见到李宗盛本人的请举手。满场的不靠谱的啊！我已经入行几十年了，你们今天才来。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，然而大伙儿都在，演出就要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。不是没有想过随便再谈起个恋爱，一天有我一天，连70岁就要来了。65岁的李宗盛昨在深圳一连举办两场售票演唱会，暌违近5年再次与当地歌迷见面，气氛就像老朋友的聚会。今天就是这个跟大家顺一下李宗盛是怎么混进这个行业的啊，怎么走到今天的。能在演艺圈闯荡超过40年，李宗盛的词曲魅力还有谁不知道吗？要惆怅有惆怅，要感伤有感伤，写进心坎里的旋律也变成歌迷朗朗上口的歌曲。我在眼前在这里成了纷飞烟，开不开心啊？